这项草绘展览是在今天下午3点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揭幕，由日本草绘创始人比田贵子女士和立法委员傅静言共同剪彩，并且由比田贵子做现场示范。草绘也就是剪纸，利用剪纸来贴出来的画。比田贵子在民国56年曾经举行过个展，这次完全是以我国的古迹名胜风光为题材，一共有59幅，其中包括了本省的风景、国际的脸谱、仕女、花卉等，范围很广。以火、水、野柳印象为题的几幅，看起来很有抽象化的意味。这项展览将展出2个星期。